今天简单的给虎妞做个食物啊，吃了四个生鸡蛋，给它那个切成蛋花了，然后多加了点狗粮，舀了一勺这个肉馅。为什么让它这样吃呢？你看看它的肚子啊，营养有点过剩了，我看着这肚子太大了，然后让它吃点这个吧，啊，看看这量也不少。no， 不许吃呢，稍微有点烫，别吃了啊，烫不烫？半盆儿。蛋花，然后加狗粮，一勺肉馅，看虎妞吃的，看没？他因为他吃东西啊，特别特别香，所以说咱们就给他现在开始控制量。肯定老多人都说，这个马上就要生产了，应该给他增加营养，多吃一些。但是大家看看这肚子，他要是塌的太厉害了，肯定那个肚里边啊。不简单，是吧？所以说咱们给它控制一下量。本身能吃这个一盆的，咱给它分成三次或者两次喂它，给它控制一下。哎，看这肚子了没？看这肚子，它吃完之后，你看看比刚才更大了吧？是吧？后边虎妞后边没找人那块肉，溜达溜达，吃饱了之后，哎，打饱嗝了。这点对他来说的话啊，可以了，因为他肚里边现在营养是需要的，但是吃的太多了之后啊，他也消化不了，所以说咱们就给他减量，然后多餐。这样可以，临产可以倒计时了。现在看着肚子，临产可以倒计时了。每天早晨溜达一会儿，然后晚上看看这个点儿再溜达溜达。再过一会儿的，我还会让它出来，因为这个虎妞活动量比较大。所以咱们就多让它活动，多出来几次，时间不能太长，但是让它多出来几次，这样对它的身体这个生产的时候顺产比较好。虎妞还在找底下的肉星呢，都没了。虎妞过来，这来实际咱们大家也都为这个虎妞这个状况担心，你看看也很期待他的生出来的小狗，是不是他跟闪电的小狗，这也快了，咱们可以再耐心的等几天，可以看看虎妞和闪电生出来这个品质小狗怎么样，是吧？
这吃饱了不能忘一样啊，还得玩会儿球呗，是不是？吃饱了之后让他玩会儿球，他玩球跟别的狗不一样，他是喜欢叼到嘴里边一直嚼，相当于就是说吃饱饭练一下牙口，嚼两下，对他的身体各方面比较好，然后可以分出一些胃酸来消化食物，是不是？我把球给他拿过来啊，球在这儿呢，看看球在这儿呢，来吧，虎妞，虎妞，这，给你扔上，快去。呀，不玩这个球是不是？不玩这球啊？啊？这球有绳子，他不想玩。那你就转两圈，转两圈，从这里边转两圈吧，转两圈，活动活动，就可以回去再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出来活动，啊，多运动。